面条的都这些了。上午那个简简单单的弄个面条子，这个些凉快了，这个。你我这几天没进厨房，你看你这用不着操的，你看这个都搁完了。呀，那吃啥劲啊？还有这个，你看还有这个这米。啊。还有个电饭盘，那长毛了都。本来这厨房都乱，叫你这一整都那没法进了都。不过这俺们都吃啥了？嗯，爸，撒不掉。我撒不掉，你看，这长了这不是布的。你蘸点洗洁精。啊，先干净了一撮。你好点生菜叶。这是生菜啊？啊？别好那，那都老了，那小的人了。干呢？啊。那拽下来中吗？拽呀。哦。一锅都够了。哦，吓我家伙一个马扎，拽个大的吧。好了，我也不带这个了，我看见不来气儿了。呀，我走过了饭了，你搁那瞎掺和啥？你说。水开了，葱花香味出来了。哎呀，做个饭还是跟蒸桑拿了，火候差不多了哈，味儿也不孬，撒上生菜吃吧。秀丽说了，蘸点酱油变面食，煮面条都有放酱油的了不？哎呀，谁教来谁的？老爷这香油得滴大的，量滴大。哎呀，一喝还是不能，比酒强。哎呀，秀丽，煮好了，搁那吃吧，吃吧，追吧。你走吧，那多大公事了，你都不吃吧，喝不得了，在那喝。别求路，这馍总溜透了这。想的了，这面条的。你找香油了不？秀丽，你也是饿毁了吧？我看着，这前两天剩的菜啊，冰箱拿出来吃了它。不，这家的黑家剩了，这面条子一吃还是不孬。我分上的包子都是香。爸煮的面好吃不？嗯，算了，吃着葱花了。啥味儿啊？香味儿的也是。香花有味儿。一个人。哦。一个人哦。嗯。谁呀？翠花人。翠花谁呀？行了，熊二里面的一个人物，而且是个女主人。哦。长得不漂亮，还说我是天下第一美人。呀，谁说的了？这娃在《熊大熊二》电视剧里面，哦，他自己长得一点都不漂亮，他就说：“站哥，我是天下第一美人。”过来还有了，你是撑你哈。嗯，你喝再撑你哈，我吃饱了，香的了，我煮这面条子。爸爸，嗯，你下午准买车呀？准买车去啊，啥啥去啊？这到冬天了，到时候冷了啥了。你看这个咱安装那个啥煤气炉的打电话叫四电区，你买个车也不方便，知道不？咱也不信呀。为啥不信啊？这没信。能舍得知道不？是能做分期跟买房子让房子60多万，那妈妈跟他弄三家没钱也是分期，一个月供，知道不？好着，那上学吧。找大了有文凭了，到时候你这个买房子、买车啥的都没压力啊。
少吃点葱啊，这儿。到了。啊。到。你小孩少吃点葱、嗯、啊。过来还有在你家里，别舍了，我给你家分点。分点分点。那俩分吗？我不吃。知道。嗯，你把那个鸡蛋给他。哎呀，好嘞。他不要鸡蛋。啊。好了好了好了。我没喝点汤呢。小毛鱼，哎呀，嗯，把葫芦好吃不？咱喝点汤呗，噎住了。嗯，我煮了。嗯，奶奶生了，爸爸煮了。嗯嗯嗯，嗯嗯嗯，别吃啥了你。